渐渐来变卦，要留要离拢是拖磨，如今的我是要安怎？为什么叫你出来？我敢讲，我已经讲清楚了。从这个时间开始，咱已经无缘了。当初时，你决定要跟我结婚的时，你敢问跟你老爸脱离别个境况呢？你为咱所做这么多代志？你敢有影拢放袂落？我迄阵就要甲你做伙，我啥物拢会淡薄啊，甚至切断我甲阮老爸的关系。即摆想起，我迄阵实在有够戆，我嘛无应该，甲所有希望拢放在你的身上。我早就了解，你是一个无血无目屎的查某，你会安尼无情的对待何秀官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会安尼对待我，甚至亲手害死你的囡仔。你怎么讲出来？志明死是一个意外呢，是一个意外呢，阿辉。不是意外，是报应。志明死不是我唔对，不是你唔对，是我唔对，是我爱我，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这代价太痛苦。你无爱我，你的选择是对的。阿伟，给我一摆机会好无？我无可能给你离婚机会。你袂用安尼讲，你应该知影，何秀官若无甲我变，我倒是袂放我出来。当初嘛是你甲我讲，你要支持我对无？你讲你要支持我，所以我才大代志安尼愈乌愈大。但是什么原因不安尼？你话走就走。你看公司所有钱拢摕老一个工厝给我，你要叫我摕什么干拼？我摕什么干拼？我这段时间来，我做遐尼侪代志，我应该得到的，我应该得到的，倒位？还是你？我即摆所想要做，就是离开你，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。
你现在马上演出去。 你也未签，你家己签就好嘛。我甲你讲，我未去告你，你家己签就好。既然伊即摆现做个遮尔济，咱无啥物通讲的，即马马上出去。 阿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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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健
最近公司的人拢死了了，你打电话是嘛？我的声，你敢袂认呢？是你。王辉已经坐下晡六点的飞机去瑞士啊！你即摆已经无靠山，我看你还是认输。倘好咱这场战争赶紧结束，你想安怎？这个战争才打开始，无战争上尾一分钟，你哪会知影谁输谁，对吧？ 你有啥本事，你做你提出来，我袂惊你的。我卡这通电话，毋是要甲你冤家。我有一件代志讲出来，希望你毋通伤心。恁妈妈已经互你活活气死啊！我知影你即摆一定足伤心的，足需要朋友的。我若可能趁即个机会来甲你搭救。而且你用地下钱已经借钱，已经逼甲你走投无路啊！我看只有一个办法。 真是讲话在小点。
感情无伴，愈磨是愈拖磨。你拄仔打电话给我，是你个人徛伫遮是？我早着算准你会放火烧掉公司，因为你最需要这笔保险金的。我无遮戆，放火烧家己个公司，佫领保险金无？我甲你讲，领无。你想要变哪种？我爽啊！我放火烧我家己公司，我最爽啊！我做甚物甲烧掉嘛，袂瘾，互你安尼用的。我煞袂记你个故事。真相，我无能控制你个行为，亲像你有在着亲手拍死你个囝同款。我出去拍死你，我就是因为你。我真是我出讨厌，我出讨厌你安尼，大家甲跟着跟着跟着，跟到我心肝肝拢乱，你知无？所以我一定要出手拍死你。其实，我是拍死你，不是拍不死。现在要甲你拍死，你今仔明白，对着这款老母，真是。你若准讲安尼讲，我就会生气，是吗？就许啦，我即摆让你放火烧掉家己的公司，算了，我就要爱你的命。这颗半边啊，有影呢！这一定是去予迄妖魔鬼怪甲附身啦！你若无想来，家己去烧家己的公司啊！我哥咧，哇，你唔知影，迄周启亮啊，就是用这部要骗你着保险公司，要领遐保险金嘛，迄钱款款的，要甩我煞唔知影。真的呀？烧家己的公司，佮有保险金通领？对啊。还是当领偌济啊？上少嘛几啊千万呢？真的呀？遐侪钱哦！哎呦，啊，是讲这个周启荣啊，真好运的哈！啊，公司烧烧的，佫钱难领，哎，啊，这天公伯啊，我哪无生目睭啊嘞？阿姆，你放心，你有周启荣的好戏通我看。一定是你逼着他走投无路，他才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对不对？我即马吼，是要甲大家宣布。啊，无这件代志吼，足歹开嘴安尼啦。嘿，你小够利落呢。啊，想什么代志，唔着紧讲安尼，啊，对，伊着算当歹势啦。我想讲吼，他即摆开始吼，要来约秀玲安尼啊。是讲这秀玲吼，无我那足介意的，佫乖佫巧。你若会当娶着秀玲吼，是你真是烧好香哦。秀官啊！啊，是讲你唔知答应未吼？亲家公啊，啊，若假使讲安尼吼，秀玲跟阮公囝这个代志哦，你唔知同意无吼？一场大火烧下来，钱财是小，赔上一二人命是大。像我们一家人，大大小小在一起，多高兴，多快乐。可是那被烧死的管理员。他也有父母，他也有妻子儿女，往后的日子，你说他怎么过下去？
我明仔透早还有代志，我先来休困。等等，秀娟，你不要以为我这个做爸爸的老糊涂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问你，这半年多来，你突然失踪，又回来了，摇身一变，成了个大老板。我知道，你所做的一切一切，都是为了报复周启龙。你不把周启龙整垮，你是死不甘心的。不不不，林台通信根本没这回事。我问你，你叫你妹妹到周启龙家里去当保姆，是不是破坏他们家的感情？嗯，秀娟，我在想，我老了，你们年轻人的事情，我不愿意过问。报复周九龙的事情，应该是适可而止。没有想到，事情越闹越大。这只能说周启龙自食其果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帮他们讲话了。秀娟，我知道你为了周启龙吃了不少的苦，受了不少的折磨，可是你为了报复他也够了。你想想看，他爸爸住院残废了，半身不遂，他妈妈跟孩子死了，太太跑了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你还做出那是放火杀人，现在好了，闹出人命来了，你高兴了吧？还不够，还不够。现在周琦只是身败名裂，阿姨，跟我赶快生不如死，我不会熬死啦。我也怨你，个痛苦的心，我不会以前安那对待我，我起码连本带利要给套上来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跟当年的周启龙有什么两样？你心里边只有恨，只有报仇。爸，这都是周启龙逼我，这是伊做的来，这是伊的报应啊。报应。周秀龙有报应，难道你不怕有报应吗？一个要死不腾开的人，可以惊什么报应？爸，我可不可以请你以后不要管我的事情？你什么态度？我生你、养你，是让你顶撞我的吗？是让你害人的吗？啊！听讲过，不要生气。阿婆，你给传令阿婆去睡觉。上去睡觉，睡觉了。是的，秀官呢？因爸吼，讲你那是为着你好，对不？是讲哦，你做个安尼，原来有较过分啦，你家己少想看卖，吼。感情的花，愈换是愈拖磨。这位人弟是怎啊？大家找永找，但不过你放心，大家所有的消息，我一定马上跟你讲好。阿伯，我将拍算讲要辞职，放弃台东去住。我希望你也能跟我做伙来。好好好来照顾你。
感情无换。